间拢超过了，咱尽量等落去嘛，唔是办法，不如直接杀入去比较实在。哈，不用哦，你看呢，你看呢。贵兄弟啊，你那突然变成乌头鬃，做幻精啊！咦，初次见面，这位朋友为何如此热情？兄弟啊，你当真将我忘记了？我是洪福遮天的遮天兵啊！我是卡昏以福将上级进阶先啊！我是头大肚肥、肉感无相的爸爸灵啊！幸会了各位，但恐怕恁是认错人了。我这有生之年海风德，不是恁口中的素还亲，就来日有机会，定以恁口中那名素还亲一见。一见就见就好了，恁根本就是刚才的人，伊们以为你改名换身份，就能误认我这个兄弟哦。哈！阁下真趣味，但我真正是素还亲抱歉。算了，你是不是叫素还亲无重要？重要的是你有胆量对阮走一段天涯半困吗？有人叮咛东行，可惜我的朋友也在等我，请。素还亲啊，但愿。秀七娘，你来得真慢，我已经等你许久了。在九轮天耽搁了一块时间，你如此焦急，可受要伤。我不以中间一盏命，希望你当制裁凶手。是专业精神。起来吧，我老兄讲给你听。有路路。我乃虎毒蹲睡在素还亲的身边，因公的命案不知是什么，咱对人去看卖呢？明早对人去买四支卡，咱三个嘛有六支卡，敢会招输人心，走倒掉呢？好。阁下，请停步。是你素还亲？咦，莫非素还亲？但你是杀人凶手？另一枪，刀光一闪，一刀快刀，一鸟快鸟。你都挂着数条的怨恨，但你却想杀人灭口，反而自食罪行。好，都得了一时制裁，都不过天理昭彰。虽然我替你对吗？人对不上，再对得起也只是多了。而且我要利用他去找出真正的主谋者，这可一度知影是机械的水中背后阴谋者，一定是机械。定罪需要实际证据，调查证据之时，邱志良会负责。而恁对我对个真紧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天涯半窟啊，有人等你许久了，紧随阮前往。我目前要说处理，太事情过一段路，我会前往天涯半窟。喂，我哩不跟人要了，怎么呢？
只能上往天安观佛等候了。